针对海巡数一大堆的营地放射，甲庆安水道立美化工程，立委王惠美早起时邀请相关单位做伙来研讨，确定相关的规划进度，甲移交程序是伫合法合理的情形之下，尽速来配合地方办理，落实彰滨工业区，造好地方的是建设，毋是只有木料甲困扰。李伟翁回避指出，公部门因地的房舍变成了官房啊，看起来真无美观，影响地方公共业发展。如今伫乌波社区推动微旅行之下，委以代为管理，活化地方公共产业发展。公部门做袂到的所在，社区愿意接手，中央甲公所当然全力促成，才能有效带动地方营运还佫发展。今天邀请到我们经济部海巡署以及我们相关的中央单位来到我们山西公所最主要是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海边的海巡过去进驻的所在，因为呢长期以来业务已经没有使用，所以呢有荒废掉，我们地方的公所和社区有想要来制作，但是过去是卡在法令上面的部分，今天呢把他这个法令的部分都做一个了解解决，未来就是讲有咱公所来这个承租咱的这个海巡过去这个所在来提供给地方来促进咱地方的相关的这个公共景点甲这个产业的这个发展。那第二点就是讲，咱因为咱山西乡原来附近有咱的真好的这个游艇的这个厂商哦，咱也希望讲带动着咱地方的这个公共甲咱产业哦，所以呢，咱会一直希望讲来庆安水道遮这么水的所在来甲开发起来，做一个公共游。休闲的所在吼，咱目前这个先甲咱公所每年希望来示范的所在，先来甲做这个环境的整理，做跩绿美化相关的这个工程起来，嘛，予咱的地方的民众，原来这个下班啦、假日啦，有法都来遮休闲，甚至咱的产业有法都伫遮扎根，伫遮来发展吼，共同来创造咱地方的这个欢迎安尼。包括山西文创协会理事长林进行、有保社区理事长黄敏佳、山西公所主委叶木森等人拢出席会议，对委员王惠美相关明确的建议，经济部工业局嘛拢支持，表达愿意配合规划办理。乡长非常重视咱山西未来的观光产业吼，今仔拜托咱王立伟、王惠美来甲咱主持这个科中央吼，来甲咱斗协助，因为。青安水道吼，因为青安水道的绿美化工程吼，所有的权责拢伫中央单位吼，所以都爱需要立委都来甲咱关心吼，协调各部会甲咱促成。乡长伫青安水道这个部分吼，每年可能要伫遐办一个迄个水上活动，包括讲独木舟的试划啦吼，甚至提供咱山西乡的乡亲有一个较适当的休闲场所。所以讲吼，步步拢都爱需要中央来协助吼，所以今仔非常感谢咱。王惠美立委吼，鼎力甲咱相助，今天所有案件吼，拢已经有得到初步的共识，到九月底之后就可以完成发包设计，希望我们明年吼就能够到青安水道看到不一样的风貌。公所明年暑假规划伫庆安水道试办独木舟试划，希望经济部工业局相关地面化工程能提供船舶靠岸，还有上下水的阶梯步道。李伟翁回避希望工业局官网将石城明确化，确保地方明年推动公共发展袂出现困扰。这是予山西感受到工业区对地方有好处的做法。新中华新闻将带进何必采访报道。